今天呢，又想谈一下这个言论自由的事情啊，这是一个谈不完的事情啊，为什么忽然又想再谈、再说几句呢？因为，呃，最近又有一个新闻哈、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拜登的政府呢，组织了一个叫做“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这么一个组织，是在这个国土安全部里面的。呃，为什么这件事情比较引人注目呢？一个呢，你听他的名字嘛，“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啊”哈，那那就是。 就是由他来定什么信息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而且他的这个呃负责人叫 Nina y a k o v i c h 这个人啊，他其实是个一方面年纪很轻啊，根本就没有什么什么资历的一个人。而且你看他那个 TikTok 上的，他还有他的 TikTok，是看上去有点像就是没心没肺的那么一个人。然后呢，你要再去注意他推特和那脸书上的一些东西啊，很明显的他就是一个喉舌，政府的那个喉舌。 因为你，你其实判断一个人哈、啊，他是不是公正的，他是不是呃、啊、有一定的深度的，你就看他贴的东西。如果他那个里头哈、啊，对于那个，比如说他觉得谁谁谁说说的是是假的，他跟你说这个某某记者他报道的这个东西是假的，然后呢，他就盯准了这个记者，然后呢，他你就发现他批评的人呢都是那个跟政府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或者都是嗯相对的共和党的，呃，而他从来不不批评他自己党内的人。 啊，还有就是拜登本人自己也骗人，对吧？等等这些东西，你一看呢，他就是说他只抓住了，就是说他批评的人都是属于另一个阵营的，那你就知道了，这个人他不是什么公正的，对吧？客观的这么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喉舌，他就是一个挡棍，这么讲，这么讲吧。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关于那个什么亨特·拜登的那个电脑的事情，他就一再的就说，是俄罗斯的在后面。 造的假新闻什么什么，现在都已经被证实了。这个新闻，这个现在是《纽约时报》自己说的，亨特·拜登的这个，呃，这个事情是真的呀，对吧？的的确确是他的那个电脑。我还发现他还丢了三个电脑，还不止一个，也不知道那两个跑哪去了。有一个是被发现了，里头现在藏有大量的这个对拜登，呃，整个拜登家庭很不利，除了拜登本人，拜登的儿子还有一些其他的，反正就对他们全家都不是不是很有利的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就这件事情本身，这个妮娜这个人，她就是没有说实话，她到现在也没有，呃，正式的承认出来，说啊，我那时候我搞错了，这事情是真的，她也没有。所以这个人去去来管理这个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你就可以想象这个这个委员会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委员会了。然后美国的主流媒体现在对这件事情呢也有一定讨论。为什么他呢这个事情还引起了主流媒体的一定讨论？因为他搞的这个东西吧，特别像一个有一本书里写的。 一件事情，这本书的名字叫《一九八四》。不熟悉的人哈，这本书我稍微说两句。它的作者呢叫做 George Orwell，、呃、乔治·奥威尔。这本书啊，算是西方的那个政治书籍里头，正正评书籍里头的一本叫呃经典的一本书，非常值得看。如果你对西方的对他的那个，尤其是言论自由方面哈，你要有兴趣的话，其实还是很值得读一读的。这本书，他讲的是简单的说哈，他就是说，呃，他假设这本书是一九四九年出版的。 他假设在一九八四年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呢叫大洋洲国欧 c 尼亚。然后呢，他所住的地方是其实就是就是英国了。他用的这个欧 c 尼亚是美国，但他所在的地方其实就是英国。他把英国呢设置为呃 o 尼亚的一个州了，或者叫做一个省，已经不是一个一个主要的国家了。他所住居住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到处都是这个呃被监控，然后呢言论自由被控制，里头呢有一个部门就是。 就是叫做 Ministry of Truth，就是说，呃，真理部或者叫事实部，这个部门就是由他来定什么东西是真的，什么东西是假的，就这么一个。他这本书里头就是这么描述的这件事情。那本书给人感觉呢，就是很窒息。你要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一个国家呢，是非常非常窒息的。这本书还有一点有意思的地方哈，他除了说的。 主要他的描述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个国家，这个欧申尼亚大洲大洋洲国。但除此之外呢，他还提到了另外两个国家，一个叫做 East Asia，一个叫做 Eurasia。一般的的都被认为 East Asia 指的是中国，Eurasia 指的是俄罗斯。这个是一九四九年的时候的事情啊，他这本书出的时候，大家就是这么。 这么理解的？而且呢，他就说，在他的书里呢，就会提到，就说这三个国家呢，世界上当时基本上就剩这三个国家了，就是其他那些小国都是要么就是归属，要么就是属于那种藩属，反正就是跟这几个国家基本上你都是跟它连在一块儿的。这三个国家呢，就整天打仗，打嘛谁也打不过谁，但是呢，仗呢也不停，就一直在打。原因呢，就是说这么打的话呢，对这三个国家都有好处，都让他们的那个内部的矛盾呢转移到外部，就这个意思。 然后当然还可以互相之间还卖卖军火啊什么的，就还有人赚钱啊，赚赚战争钱啊什么的。哎，想想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今今天世界的格局是有点往那方面走的意思哈。当然了，中国是不是愿意不停的打仗的？这点他是搞错了。中国其实是很热爱和平的。但是俄罗斯和美国呢，我就说不好了。尤其美国还是真是挺爱打仗的，也确实是不停的在打，确实是不停的在发战争财。这个确实他说的没有错。 啊、呃，就是这么一本书，呃，挺有意思。但主要这次呢，引起注意的就是他这个 Ministry of Truth，这个呃叫做真理部。结果现在拜登呢，当时是作为一个讽刺了，这本书是在讽刺哈。结果拜登现在自己真的搞了这么一个叫做 Disinformation Governing Board，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哈，就是他还真搞了一个，只是名字不一样，实际的意义就是就是这个意义。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哈。 这本书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大的背景是这样子的。卓志沃，我为什么会想起写这个来的？当时呢是这样，在苏联那个斯大林统治的那个时候呢，斯大林正好在处理这个他的反对派，当然很残酷了，他枪毙了很多人。有这么一种说法哈，这个没有完全确定，就是说他斯大林的太太，呃，是自杀的。他为什么自杀？就是因为斯大林杀死了这个他太太的一个朋友。他太太这个朋友就是给斯大林提了一些建议，就觉得他对这个呃反对派的处理太残酷了。 结果他这个太太就把这个他太太就把这件事情就跟他说了，就说你这么做好像确实我这个朋友说的有道理。结果结果斯大林就是把他的这个太太的朋友也给处理掉了，就把他杀了，处决掉了。他太太受不了这件事情呢，就自杀了。这个事情没有完全嗯没有定论了，就是、说没有完全的证明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呢，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就可见当时斯大林的这个残酷了，确实是是,是这样子。 当然了，他除了他要反对他，如果要这么这么去处理他这个跟他反对他的人的话，他当然他要控制言论，对吧？所以那个当时那个苏联的那言论自由是是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那么除此之外，其实美国自己啊也在搞这个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呢又被叫做红色恐怖二。红色恐怖当然就是指的就是对于共产党、共产主义的这种恐怖了。就是说，为什么叫红色恐怖二呢？其实杜鲁门已经搞过一次的红色恐怖一。 是在大概四四七年的时候搞过一次，他这种怎么搞这个红色恐怖呢？就是把政府里面的所有的他认为跟中国、跟俄罗斯、呃、跟苏联等等就是有关系，人家全部清除出去，不管你这个人的观点看法什么什么，就是他都给你清清除出去，他都认为你跟中国只要有关系。当时这个事情吧也是很有争议的，因为他把他这个政府里头清除，最后的结果是整个的美国的外交部里没有人会说中文，就到这种地步。 其实美国曾经有过一批哈，就是应该叫做中国通，就是他们的父母亲都是传教士啊什么的，很早就到了美国。有些人是在中国出生，有些人很小的时候跟父母亲到了美到中国去的。所以呢，传教士嘛，那那他一待就待好多年嘛，在中国。这些人呢，就是在中国长大的，甚至有的人会说好几个地方的那个呃方言，就真正的中国通有这么一批。这些人呢，的的确确，因为他在中国长大，他对中国是有感情的，这是的。 但与此同时，他也真的很了解中国，对吧？他在在那长大嘛，他就会告诉你，中国是个非常复杂的国家，对吧？它的历史的状况，它的人文的状况，它的中国人的习惯等等等等。这个其实对美国很重要。你要想真正跟中国处理好这个跟中国的关系，你确实要了解它。但是他这么一搞的话呢，就是先是第一批，呃，杜鲁门搞了一批，然后就是麦卡锡主义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到四九年吧。麦卡锡主义是到五十年代中期结束的，反正搞了一段时间。 麦卡锡这个人，他是一个参议员，他就是是他要起草各种各样的法案啊，就是要去呃，等于就是惩罚这些，基本上就是惩罚稍微有点左派思想的人吧，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就一共这段时间，就把这些人就全都从政政府里头清除的干干净净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政府里头居然就没有一个人懂中文。即使其实到今天哈，我都觉得美国政府里头其实真正懂中国的人哈，也确实很少。我认为的就是麦卡锡，就是他的那个遗留的那个那个感觉还在那儿。那么现在呢，等于又是处在，也有人说现在中国美国又在搞麦卡锡主义，其实也在，还是在剔除掉你，只要能够说你在你政府里头，你只要稍微有点同情俄罗斯的、同情中国的，好像也嗯，都是属于这个是被打压的人。 所以其实现在也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历史啊，你学历史啊，的的确确能够感觉学到，对你现在的很多东西啊是有帮助的，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这个呢，就说到这个 disinformation governing board 哈，就是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我们看他最后怎么来治理吧，看他怎么弄。他当然不会说，应该原则上哈，他不会说我，我我觉得你在你在这个呃释放虚假信息，我就把你抓起来。这个他大概不会，他不敢。可是他可以，他可以就说了这个某某这个频道，尤其是自媒体。我认为他其实主要针对自媒体了，他可以说你自媒体，你这个都是假的。 自媒体，他如果他这么正式的一个组织说你是假的话，那这个比如说脸书也好，这个推特也好，那他就可以给你关掉了，对不对？他就更加堂而皇之的说你这都是假的，人政府都说了，你这个明确的，你这是假的，那我当然就不能再放上去了，假新闻我就不能放了，对不对？就等于就是说两边一唱一和了，我觉得，就我我认为他会是这么搞吧，咱们就看吧，看他会会是怎么样啊、呃，这个是一件事情。 然后呢，陪跑哈，陪跑的就是他已经干了一段时间了，他就是说把一些他认为有问题的人，呃，他的账号全部取消了。陪跑大家知道是这个转钱的这么一个平台，你就是说你可以通过网上通过陪跑哈，我不认识的人，就是说跟我不住在一个城市的人哈，就我就给他转过去就完了。尤其对于一些小的，就是五块钱、十块钱的这种转账哈，你就不用通过银行了，因为银行有的时候转账还要收费啊什么的。他这种的私人之间的转钱一般都是不需要的，就就很方便。 对不对？那么陪跑其实对很多自媒体人是很重要，因为很多自媒体的人士他他不赚钱嘛，他那就是就是靠的是听众和观众哈、啊，呃，喜欢这个人，那我就资助他一下，就用陪跑给他捐个几几这个月每个月，比如说给他捐个十块钱哈、啊，每个月给他捐个二十块钱，都是通过陪跑来做的。很多这样的平台，他就是他只要够了，他有那么几千个人支持他，一个月每个人给他十块钱的话，他也够了，对不对？甚至几百个人可能他都够了。 就他自己再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就他就能维持下去了。可是现在陪胖呢，他把一些主要都是一些反战的、反战的这种，就是我们现在叫做左翼人士。其实有些反战的人士也不一定非是左翼的，就是反战的人士哈，就是只要是稍微同情一点这个俄罗斯的这种，或者甚至就是跟这个政府的说话有点稍微有左，有点向左，他就把这些人的账号都关了，你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办法。 给这个你喜欢的人，你喜欢的自媒体人士，比如说捐钱了。前一段时间加拿大的那个卡车司机搞呃运动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在网上集资的那个账号就被关掉了。那个是另外一个一个平台，不是陪跑，是另外一个，啊，就是专门集资啊。比如说每个人某一个人他小孩病了，他需要让大家一块集资给他。 帮他孩子治病啊什么，的，随便你什么理由吧，你叫你要集资，你就到那个平台上去集资。这个加拿大的那些卡车司机呢，他在那儿反对政府游行啊什么的，他也需要钱嘛，所以他集资，他集资很多了，上百万了。后来就给他关掉了，说关就关了，就冻结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出他这个控制言论自由哈，还不仅仅说非要说我就不让你说了，我把你抓起来，他其实不需要。 他有很多种手段，对吧？刚才说的这个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他就抹黑你，他非说你说的是假的，让这个社交平台把你的账号关掉。现在呢，他这种 a 炮这种也是一种办法，断掉你的财路，那你也弄维持不下去嘛，对吧？你维持不下去，你不也得关门嘛？这是他另外一个办法。再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挺不可思议的，前一段时间那个就是字母这个 Z 这个字母，呃，现在遇遇到了很多麻烦，因为。 呃，泽兰斯基说的这个 Z 这个字母是被俄罗斯的那些军队啊，他的坦克上放了一个 Z 的字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他就是放上有有很多坦克上的有 Z 这个字母，然后他看了呢，觉得不舒服，他就觉得呢 Z 这个字母呢就应该是受到惩罚的一个字母，所以你看已经不是言论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连那个字母都不自由了。呃，我刚当时听他说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笑话了，我觉得没有人会认真的去理他的。结果最最近发现这个，呃，好像 Samsung 哈、啊，就是这个三星吧。 他好像在那个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拉脱维亚、那个爱沙尼亚这三这三个国家，在那个介绍他的新的手机是叫 Galaxy 吧？他居然真的把那个 Z 就拿掉了，就叫 Galaxy，就就没有就把这个 Z 就再提出来，就他自己承认呢，就是就是为了等于就是抵制 Z 这个字母，你说这是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哈？ 然后呢，还有就是苏黎世的保险公司，苏黎世的保险公司是不叫 Zurich 嘛，那它也是自己打头的，它那个 logo 上头，就是它的那个标志上头有个 Z，他居然把它 logo 那个标志上的 Z 也拿掉了，重新又弄了一个 logo，就这么一个，我觉得是个喜剧演员哈、啊，就这么无聊的这种事情，居然也有人支持他，这个言论自由已经被控制到什么程度了？你连这个英文字英文字母都开始都。 不能用了，这个 Z 这个字母都有有些场合你都不敢用了。这要是两个月前、三个月前跟我说，我真的以为这是四月一号这愚人节的笑话。今天看来，这些事情你还真都不能当做笑话来搞了。这么搞下去，我反正是觉得不知道他会要到什么程度吧。这么说吧，所以我就是挺想再谈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呢，就是很多人呢想也想都是谈论关于这个马斯克收购这个推特的这个事情，好像呢我们有点见到曙光了。这个推特嘛，马斯特说了这个推特要尊重言论自由啊，呃，怎么怎么样哈？很多人认为他买了推特以后，他就应该放开了，他不会去随便关人家账号啊什么的。他会不会随便关人家账号啊？我说不好。但是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马斯克这个人。一八年的时候，马斯克的那个呃，他那个特斯拉的工厂。 在 Melo Park 吧，他在加州的 Melo Park 有一个工厂，那个工厂里头有一个负责就是工厂的安全的一个人，他呢辞职了。这个这是个女的，她辞职以后，她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呢，后来被那个媒体呢受就是披露出来，他就说这个工厂里面有存在的很严重的这个安全问题。小的事情哈、啊，比如说一个就是大家把这个车喷漆喷完了以后，那应该呢喷完了以后应该让他。 空一段时间，不应该马上就让工工人就进来就继续继续劳作哈，这都是有规定的啦，就是基本的这安全的措施，这都有规定。因为它这个空气里头是有一定的有毒气体的，但是他们不管，喷完了马上就要工人进来。这个呢还算是小事情，比较严重的是什么呢？它既然是生产汽车的地方，那么它这个车间里头、车间外头哈都有很多的那种标志，因为你这车要开来开去嘛，那么它它就有这种路标，路标的都是用黄颜色的。 还有路上的那些线也都是黄颜色的标志，黄颜色呢最扎眼，最能够引起人的注意，所以呢都是各种各样的路标，什么减速啊，什么停啊，什么那个注意左拐啊等等，就是说这些东西。结果呢，马斯克这个人本人呢，他不喜欢黄颜色，说是他最不喜欢的颜色，就勒令他们把所有的黄颜色改成灰颜色。那你想，路上这个路本身就是灰的，你要灰的路上再给他画一条灰的线，还能能能有什么人能看得出来？ 对不对？那些路标当然也就没有那么明显，所以这个女的她就披露出来，她就说这里头老出事，这个工厂里头老出事，就是经常的有人受伤。她说死人是早晚会有人死的，她是这么说的。那那个报告就把里头写的就是把他这个安全问题写的非常严重。当然特斯拉后来出来澄清了，说没有这么回事儿，还拿出来了照片说你看我们那个标志都是黄颜色的。 那他这个标志是什么时候拍的？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是他后来又给改成黄颜色了，你也不知道，还是说就他这么一个地方是黄颜色，其他地方都是灰颜色，你都不知道？我是相信这个女的，因为她没有什么必要无缘无故的去去说这个特斯拉。如果她安全上没有这些隐患的话，然后他就说他对这件事情，他在特斯拉里面已经给他的领导提了不知道多少次，没有人理他，所以呢，最后他就辞职了。有这么一件事情，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并不奇怪，我个人觉得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吧，有一种对。 富人的一种盲目的一种崇拜啊，这个人这么有钱。但是马斯克这个人，你记着，你不要因为他有钱，他就忽然之间就能做很多好事情，不要去抱这种幻想。他是一个资本家，他永远要挣钱。如果就是说他开启了一些账号，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他能够继续挣钱，我想他可能会允许一些账号比现在的这个推特允允许的人要多一些。但是如果比如说真的要是美国政府给他施压，还有一些主流媒体给他施压，等等等等。 他是不是能顶得住？我不知道。但是最终你要记住一点，就是言论自由对他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要赚钱。多数人认为他买推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是推特的那些客户信息，他拿出去卖，这就是大数据嘛？这种东西是可以卖很多钱的。多数人认为他是这个目的，是去赚钱的。所以，我们看他到底是以赚钱为主，还是真的是为了言论自由？我不相信他是为了言论自由，我相信他还是为了赚钱。那我们就看吧。 而且你要想好，即使是他把推特放松一些，也只不过是推特一家。现在脸书啊、油管呢这些地方照样还是都管得很严的。所以，你要靠着一两个极其有钱的有钱人来解决社会问题，那你就太天真了。我想说的就是关于特斯拉的这个，就是马斯克买推特这件事情。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最后呢，再提两句，就是关于就是中国大陆把这个 IP 地址给它显示出来。 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什么错，这也没有什么隐私的问题，显示的就是你的省，还有就是国家，就是中国以外的，就是显示的国家，对不对？中国的省也好，市也好，那北京两千多万人，那你是两千万人之一，怎么就就就还涉及到隐私问题了？这没有什么任什么关系。反而呢，我倒要指出一点哈，这个推特呀，还有这个油管啊，他们都有一个什么毛病？他们把就是说，比如说中央电视台这个 CGTN 哈，CGTN 是中央电视台就是在国外搞的。 对外的一个一个宣传的一个频道，如果这个 CGTN 有个推特也好，脸书也好，他们的账号，他底下会注出来的。他说 CGTN 是中国政府资助的一个平台，他会这么说。RT 他也说这是俄罗斯政府资助的平台，等等。可是他从来不说他自己啊。BBC 他不住的，BBC 他不说是中呃是这个英国政府的，什么 PBS、啊、NPR 这些都是美国政府的，他这些他不他不住的，对不对？ 他当然更不会去注什么某某智库搞的这个网站啊，搞的这个账号上头某某智库，这些智库都有自己的推特的这个脸书的账号的，他绝对不会说这个智库是什么呃军工复合体、医药公司赞助的这个智库，他们的钱都是从这些大公司、这些集团、这些财团来的，他更不会去注注释这些东西了。所以你反而就说它是一种双标嘛啊，C D T N 二 T 他要说是中国政府是俄罗斯政府，但是其他的他不都不注。 对不对？这个反而我觉得，我觉得你不管有什么规定哈、啊，你都可以说它有道理。但是你你要一视同仁，你既然要公布这个 IP，你就应该把所有的 IP 的地址都公布出来。好像听说有这个个别的什么名人的，还有一些公司的什么，他没有公布出来。一开始公布了，后来又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可能还是想谨慎一点，因为有些名人他可能也怕引起这个误会，因为他自己跑来跑去，他的团队在管理他这些账号，就把那 IP 这地址弄得有混了，还是怎么样？可能我我怀疑是有人去。 去抱怨这个事情了，我们再看吧。反正我就觉得哈，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规定，你只要是一视同仁就可以。中国，我希望这个 IP 就是一视同仁，就像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把它放出来，对吧？如果你要是有什么特殊原因，你应该跟大家解释清楚你为什么对于有些人你有特殊的这个呃处理，对不对？而西方的这个呢，就更明显了。西方的这个可不是说某某些名人了，他反正就是就是纯粹是有他。 这个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推出的这些频道，他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其他的他坚坚决就都他都不会写的，对不对？而且我就我说的，像某些智库的这些，他后面是军工企业、军工复合体，他后面是医药公司，这些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他完全是带有风向的这些东西，你你要是不了解的人，你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后面是这样操作的话，那比较容易被他带偏，对不对？好吧，今天就说到这儿，这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指不定。 现在我的感觉哈，美国关于这个对于言论自由的控制哈，我觉得已经是眼花缭乱，让我已经跟不上了。好像我一天一天一个新的花样出来，一天一个新的花样出来，我们就继续观察下去吧。然后，再有新的东西，我要觉得有兴趣的再跟大家分享。好，先说到这里，谢谢大家。